อับราฮัมอาบาฮัมเซโลเอาหมามเดียวใจ一班圣母军嘅靓女依家好难攰唔该你拉我读下章ไทยรัฐบอสดี乜撚嘢新聞บอสโก้细哥大佬今日ไทยรัฐ报话好久多香港人想移民去中华民国台湾省喎话是话啦点解咁撚柒多香港人唔够鍾意俾人叫佢哋做流民共和国嘅人又要千方百计咁申请一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甚至新加坡拉我哋泰国嘅国籍嘅。阿布拉罕、亚巴罕西佬，我问你，我哋泰国人使唔使方住俾泰国政府中要注销你个泰国 passport 就注销，然后唔俾你翻嚟京都啊？就算依家班扑街军老伯搞住我哋泰国人民嘅江山，搞到民选总理特选要着草死咗去柬埔寨，班烂坦军老都唔会话唔俾佢翻嚟，最多话要斩要杀嚟吓到佢家几唔敢翻嚟啫。呢个世界上仲有边捻个国家会好似嗰个流民共和国咁捻贱格无耻？可以隨時註銷加基國民嘅證件，然後唔俾加基國民回國先。Boss 哥，細哥大佬，真係感謝天主對我哋兩兄弟嘅救恩，使到我哋向泰國出世，拉流民共和國乜七關係都冇。我都要感謝英女王伊麗莎白陛下，你俾我歸化入嚟，做個堂堂正正嘅歐盟公民。唔使拉班流民一齊。